9月4日 MTV 反人口贩卖行动以及代言人韩庚今天正式宣布纪录片《人口贩运》全球首映，旨在提升人们反拐卖意识并预防中国境内人口贩运。代言人韩庚出席了活动。这部纪录片由韩庚主持，讲述了中国及其周边地区人口贩运受害者的真实故事。这些侵犯人权的行为是我们造成的，我们对于廉价劳动力、廉价商品以及有偿性服务的需求，因为这些需求数以万计的人口遭到贩卖。在活动上，韩庚也透露自己将出演变形金刚4，而对于角色他表示还暂时不能透露。在下周我会去芝加哥去拍摄。下周到芝加哥，前期的沟通还顺利吗？还挺顺利的。你这个角色能透露吗？对不起，透露不了。是要英文对吧？对，英文对吧？那你自己的英文对吧？苦练。啊？苦练。最近一直在练习吗？对，一直在练。都是一对一的？一对一的。